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漫画赛道新手小白也可以日入500的一个项目，强势引爆宝妈粉啊！这是小红书 AI 宝宝漫画的项目，让你的创意绽放，轻松吸引宝妈粉。无论你是小白还是零基础，都能通过这款神奇的应用创造出独特的宝宝漫画，实现日入500以上的这个梦想。现在就开始操作啊！只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啊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、编页方式都详细的讲解。尤其这个实操课将近400兆，讲得非常清晰，这也是一个可以长久操作的一个赛道啊，非常非常稳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，包括需要的工具、养号、对标账号啊、收益图啊、实例视频做成什么样子的都有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小红书漫画赛道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